正声嘉义电台来唱歌喜龙舞 Hockey 公益系列首场活动前往嘉义县溪口乡游东社区，由元龙戏坊团长江明龙以歌仔戏文化与风华带领社区长辈重温记忆中传统庶民娱乐的欢快时光。此次活动结合汉儒文教基金会、华儒青年关怀基金会、云统食材有限公司、桃城国际同济会，更与溪口乡公所合作，共同成就社会的爱与关怀。以歌仔戏历史演变拉开序幕，江明龙团长以风趣的口吻将歌仔戏的故事及老照片透过影像与社区长辈分享，也重拾长辈童年庙口看戏的记忆，更以情境式的剧情让长辈透过广阿喜的身段、台步、手势、念白的体验，重温曾经熟悉的戏曲班演。活动中，溪口乡长孙维聪、游东村长邱茂森、溪口乡文化生活馆馆长王秀梅等人也特别相携到场跨老的。乡长孙维聪跟村长邱茂森更与正声嘉义电台台长蔡子珍一同来装扮福禄寿三仙亮相作揖，与台下长辈玩得不亦乐乎。元龙戏坊团长江明龙表示，很开心看到社区长辈们透过上台演绎累积自信，也有长辈分享儿时看戏的经验，不仅让传统文化之美得以传承深耕，更在长辈的记忆共鸣中凝聚彼此共感的生命经验。今天很感谢我们正声电台给我们这个游动社区还有歌仔戏一个机会，好，我们一起来唱歌戏，大家拢有福气，同齐来耍歌戏真趣味。那我想今天长辈特别的开心，因为歌仔戏是我们在地的这个一个文化，也是大家从小喜欢的一个艺术。那今天特别有这个机会，那将这歌仔戏带入社区，让社区的长辈能够更认识歌仔戏，也对在地的文化能够更加的认同。正声嘉义电台台长蔡子珍表示，电台每年举办艺术下乡，期盼这份用心的耕耘能让流淌于长辈血液中的文化基因茁壮长成更丰沛的银发自信，肯定自我生命价值。更感谢汉儒文教基金会、华儒青年关怀基金会、云统食材有限公司、桃城国际同济会以及溪口乡公所共襄盛举，共同成就这份温暖的陪伴与关怀。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侯佩瑜采访报道。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正声广播电台。